教主，教主，何事？小祥的不见了。什么？他找不着。哎，教主，教主。 教主，弟子绕了湖边一圈，始终没有见到小师妹，蔡帝和猪圈也找了，小师妹不在，林州也寻遍了，没找到。继续找。是。你们在找小翔？你知道什么？两个时辰前，小翔来找我，问我何物对治愈心疾有奇效，我便回答。 圣灵封上的雪莲，你怎么能跟小翔说这些？小翔想救他师父，我只是如实回答。你让一个小姑娘只身上雪峰采药，便是死路一条啊！居心何在？倘若小翔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 别担心，交给弟子吧。千人务必把小翔给我医治好。好。